啊，这个地棱啊，是我前两天放的，咱今天过来看看有没有收获，说不定能抓条八爪鱼、皮皮虾啥的。进来的朋友，每个视频都跟你们要双击，要的我都不好意思了。这个视频你们看着给吧，我知道要了你们也不给，那给我个关注呗，看我每天带你们赶海捉海鲜喽，感谢。踏上赶海这条路啊，我爷爷为我操碎了心。这天气凉了，八爪鱼都躲到洞里了，我爷爷心疼我呀，把珍藏多年的老酒都拿了出来，就是为呛这个八爪鱼。这个视频就给个双击呗。爷爷看见这么多小爱心，肯定高兴坏了。喜欢的朋友添加关注，带你干海。这鱼啊，很多老铁应该都见过，吃没吃过我就不知道了。吃之前一定先把它的牙给拔下来，然后起锅烧油，来个猪肉炖粉皮，真能把隔壁老王给馋哭了都。大家订阅老铁，如果你也吃过，那就双击下屏幕，点了个小红心，记得关注我，等会看我直播喽。啊，是够皮的不错，但是他知道这个下海以后啊，还是得下锅，所以说我干脆我还是下锅吧。这个够劲的，我哪个子都不进来。有老铁一进来啊，就给双击了；有老铁进来，你看要他也不给，不给那就加个关注吧，看我直播了。有很多老铁说，你怎么不拍个大的猫眼螺呢？我这一听，我又赶紧跑到市场来，当时就怕被老板发现，我挤完水拍完这个视频，我撒腿就跑。有老铁进来，觉得我够真诚的，就随手点了个小红心了。有老铁进来，啥也没说，就点个关注。一关注老铁，记得看我直播。